觉得它跟这个包子馄饨，它不是一家店的出品。来四场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气，这条路成了美食一条街了。很多美食一条街卖的东西都差不多，但是在四场这儿它有属于自己的美食。接下来吃个别的，条街的可以。这光卖馄饨的，一家、两家，然后三家，都好熬的，经常吃。现炒现卖。有的说刚炒好的毛栗子扔地上会炸，是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他这个就是现炒的，现在好多店里边卖的是真的，不是炒的。这就是大冬天摆在外面的小桌子已经坐满了，刚刚六点整。开饭了，走一个。前炒馄饨，回民叫荷叶面，个头不算小。羊肉的，给的姜不算少，一入口你还没咬，那个姜味就出来了。高汤，馄饨可以。不拿签子，这个不拿签子。这儿的，这儿的，他们家包子可以要肉素双拼17，现场肉的，没提起来。汤汁还行。面和的比较软，绵牙。说实话，它分的皮儿，你吃起来你会觉得厚，是因为肉香，给的有点屎味儿，跟馄饨一样，香味很浓郁，羊肉加姜的香气比较中和。明显素的包子个头要比荤的个头大，皮儿也要薄很多。说是素三鲜，这个虾皮的味儿，大鱼的鸡蛋韭菜的味儿，四个馅儿，鲜干可以干，你吃起来就整个口腔里边炸炸的，味儿还行。要了一个烧茄子，热菜22，配菜没毛病，青椒、番茄，卖相也行，这个糊啊也糊口，但是里面的茄子你会感觉它跟糊没有合一。就炸的时候火太大了，油太热了，糊糊了，里面的茄子还没透。就你一尝烧茄子，你觉得它跟这个包子馄饨啊，它不是一家店的出品，这个典型。人太多，讲究出餐速度，这就不行。慢慢的，